恐怖我哦，觉得这个巧世克力怪怪界！哎，陈昌龙一你点就只剩下你跟团团了，你还就在只那有里？你们两个了，有一个是狼人那个团团你在哪里啊？啊，你我觉来得我砍在一哪下好不好？里？我你觉砍得一我下在看看哪？这个好不好？你觉得我在哪里？团团好可怕哦！团团有剑，我是忍者。啊，你忍者，那砍他，砍团团。他在哪里呀？他找不到啊！他在那个角落，我在跟着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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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越合越合越合了。哒哒哒。他这个东西要怎么砍呢？就左键他。直接啊！哇哦！哒哒哒哒哒！这个很淡定的，妙花落水。哇哇！好屌哦！哒哒哒哒哒！跟我靠近的说。注意时间哦，注意时间，注意时间哦，快晚上喽，晚上喽！哎，稍微卡到就有机会，哎，被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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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惜啦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刚刚为什么啊一声吼，因为我不小心砍到繁星了，我太慢亮斧头了，他就啊！我这开场巧克力一直在问谁是忍者，我不敢回，我怕他是杀手。忍者直接说没事哦，他被你砍呐、啊！你忍者速度这么快，我在我手上速度就不快了。哎呀，我一打二就一把剑，哎呀！我想问一下，纯灯第一天是验谁啊？还泱泱。泱泱是狼人哦，对，泱泱是好啊。那时候有人说二里是蠢蛋，有人说直接你忍者直接就落雷大家，这个也在冷笑。那巧克力那个中间的药水商人变成超痛哎，变什么？变女巫了，变女巫了，对。没关系啊，都喵哈害的。他角落还有啊，角落有用，角落有一只。哦，原来那个女巫是因为被用，预备用，对，被电到的。然后再来，好。哎，我觉得打刀，打刀，这个真的很难哎。哇，预言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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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这忍者走太快了。哎，小，等一下，不要给我抢东西，忍者，忍者是谁？别跟我抢东西！哇，没抢到啊！这东西太难了，给你给你给你东西，当然是给忍者啊！忍者是老人啊！嘿嘿嘿嘿，我中间的药水商人恢复了。有吗？有恢复吗？有。我看到了一个，有是无那个呢？大蘑菇里面的大蘑菇哦，他是不是看大蘑菇里的？不是坏掉了吗？火焰布拉格，你怎么直接？我是女巫。有点可疑哦，有点可疑，大家都回复了，为什么要愣一下呢？是不是在紧张啊？你这个吗？出来，这给你。我的 ID， 那个送哪？哎，等，飞啊！好可怕！这给你。哦，好。勉强信你一波。好，勉强信你一波，勉强相信你一波。对啊。还有吗？没有眼泪。谁有眼泪？谁有眼泪？什么？你为啥还追人？干什么？谁有眼泪？谁有眼泪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不知道是蠢蛋还是预言家的预言家。我万一先打死。我很好奇，我到底是蠢蛋还是预言家？可恶，晚上知道了。晚上等下就知道了。对啊。繁星，你不要靠我这么近。哦，先跑掉，快躲，快躲！你躲不掉的。哎，谁啊？我是傻瓜，我是傻瓜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蠢蛋。杰克是傻瓜。哎呦！杰克是傻瓜。我是。忍术，水花怎么用啊？对的，蓝火的加速，白色的我有了。对，都是你的攻击耶。哦，所以现在可以打人哦。说不定哦，对对对，这是什么？快没了，快没了！哎，喝水，这人，哦哟，那发光，发光了！这人，你有雨球？你确定吗？不然我早就杀你们了。是谁啊？嗨，我该走开，你们后退，你们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这边两边都可以走吗？小飞，我们两个都职业，我们两个都职业。你有杀人手段吗？这里，尽量保护。哎呦，所以你是有女巫吗？药水。我不是女巫，我是把他技能就发挥出去了。你药水可以杀狼哦，你直接喝掉了。
哇！前面有人，刚刚有个粒子效果在跑步，很可怕，是不是？很可怕，很恐怖、哦。露米是不是女巫啦？她不是，她不是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哇！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她是她。啊！我肚才零醉呀！哇哇哇！好紧！哇塞！是这样。你们在另一边这样子，有人死了至少。没有，我刚刚就是要一直问这个村民，不是关掉了吗？对啊，然后不是有人偷案，村民很急。对啊，我刚刚要问，可是因为开场太乱了。村民没有，我们选的是比十亿人还多，所以会有一些是空的，有一些是有的、啊。嗯，村民刚刚一直都是一样，村民刚刚关闭啦。阿刚自己突然是关闭的，然后我刚看，为什么我是村民？阿刚自己加一耶，超神秘，村民好可怕。对啊，上一场其实也有啊，感觉是 debug 吧，狼所以狼跟村民可能每回合结束要自己过来再把它，要自己调一下。原来如此，对，演员乖，别哭，就一只狼。演员是怎么死的、啊？我听到下面有人死，我就跟他一起。我要杀他技，结果我就死了。好啊，我看到你的刀，我丢一瓶药粉下去，然后就死了。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你会做事？啊，看不到。你知道我拿了三叉戟走到房子里面，还把门关起来，怎么可能有斧头？而且你是绕了一圈回到他怀抱里面嘞、欸，对，他搬在你旁边，你绕了一圈。确定狼人有两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三叉戟啊！你怎么想要三叉戟？预言。哎呦！哦，三叉戟在我这啊！哇塞！不要接近巧克力啊！谁都砍啦！刚刚有做事可以。他要打雷啦！虽然我可能又是蠢蛋的啦。哈基，你什么？雷神！哇，我帅哥！杀他干嘛？杀他！不要乱打人啊！你等一下，乱打人啊！妈！他真的死了！哇塞！白痴，六嘴上变成女巫了啦！白痴，要找另一个，要找另一个，找另一个，要找另一个。刚刚那个洞在哪里？你不是帅哥，你不是。那这里是哪？我迷路了，迷路了。我才碰你三下。三叉戟还是很痛的、啊，预言家或蠢蛋是不是？对，没事啊，你不是蠢蛋啊，没事啊，你才蠢蛋。业务在哪里啊 ？Oh my god！ 这是几栋楼啊？推克三项，反正你怎么直接？这个地图好大，我怎么可以上来啊？这上来要干嘛？棒棒，等一下，那只是棒棒而已，我有这个哦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搞不好成预言者，热血对抗，我快死了。黑掉黑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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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了，好可怕！你很奇怪，你很奇怪，我就一直拿这个就好。哇！测一下，测。哎，杰克是两人，我可以确定我是蠢蛋了，因为我显克和你是猎人。我看杰克，我看巧克力是猎人，哈哈。杰克是狼人，巧克力是猎人。杰克，小心杰克，他在我附近，他在我附近。不是，拿错，人类宝石跟那个。喂，我最谢谢你，谢谢你保护我。强制传送，哇，没事，好难哦。怎么去了？露米是狼人的样子哎。露米不是吧？露米是啊，我发光哎。他刚发光。嗯，刚露米不是。人类跟那个都。二零零怎么都有吗？哦，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狼人，你已经，没有刚刚不是有那个谁发？对，刚刚已经。嗯，哇，真的吧？看那个八七狼人，看人类发光前，他好像就发光了。你是说？我看到了，等下又要被砍了，又要被砍了啊！哇，你抓我！怎么一直用白剑就给逆袭了？飞剑妖术，我忘记是飞剑。快跑啊！快跑啊！三个人死了，很凶哎，这个四个人死了。哇塞，真的假的啊？杰克好凶，演员有看到吗？杰克，你的主题曲，杰克不要杀那么大，杰克不要这样啊！杰克，我都不要，别杀这么大、啊！你们怎么都死翘翘了？不要剩下我一个。他没有，我们还在，我们还在。打死啊！这白就打死他、啊。没有东西可以多棒棒干嘛啦？没东西可以，这里会有这么多哦，这么多哦，加一趴。嗯啊，掉下来了，这里每次被人家抢走。
我每次都在迷路啊。宝地耶、欸，这里。这个贵宝地，贵宝 地很大。宝地，宝地。哦，正中间的那边女巫。帮帮帮！帮帮帮帮帮！快找剑呐、啊，大家！找不到啊！找到了！完了。哇，好可怕、啊！好，杰克怎样？杰克怎样？杰克怎么了？没看到杰克。好可怕、哦！对啊，杰克是狼人，没错啊。杰克在哪里？杰克在哪里？没看到他，没看到他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哎、欸，这是旁边的。我嘞，杰克要换上要水啦，他在那个蘑菇上。哎呦喂啊！加油！他在上面，你要有人突破才上得去。啊！有人突破吗？有杰。哇！你好猛哦！好猎杰克死了，剩下四个人，你们之中有猎有狼人哦。有哇！刚刚那个很凶，我特死了。我跟你讲，谁靠近你就直接杀了他就对了。因为你是好人。我看看哦，来看会不会又这么容易是？哦，喵哈，你是蠢蛋对不对？喵哈，哦，好，喵哈是蠢蛋。我要叫毁了。我现在显示那个 Lumi 是村民，那 Lumi 是狼人咯，我觉得应该是 Lumi 是狼人。嗯，那他们是预言家，喵存蛋吗？对，我是预言家，我是预言家。我刚刚有说，哎，Lumi 你什么？你说，我是好人，我村民。好人，村民，没村民的啦。他是蠢蛋咯，等一下。蠢蛋吗？我写字你是村民，你知道吗？有村民问号。哎呀，卢米是狼人了。对，卢米是狼人了，卢米是狼人。对，他确定了。是啊，是。哎呦，听到了吗？是要三个狩猎卢米哦。哎呦，我蠢蛋。卢米，看了吧？吓死我了！等下，突然你有什么东西？我不是，其他这里有一个，怎么我找不到？都给！你要干嘛？那你要干嘛？如果是村民的话，你一定找得到啊！卢米一定不常玩解密地图哦！我找不到，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奇怪，我看到有狼哦！天哪，下不去了是不是？卡住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又度过平安一天了！哎呦！等一下，我离开这里，我这套剑。卢米在哪里呀、啊？楼上是不是？你们是鬼打墙哦！他们两个在鬼打墙哎、欸，好有趣哦！两个鬼打墙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他在哪里。你们两个应该是活在平行世界吧？这个平行世界，平行世界啊，平行世界啊，找不到对方哦。他刚刚不小心跑到四维空间里了。吓死！家门卢米的刀威。我们讲，我们讲。啊，我拿到剑了！啊，找露米在哪里？啊！找露米啊！找露米啊！露米在这里呀！直接打蘑菇！我在跟着他，我在跟着他，打他！他自己东西，我在跟着他。你为什么帮他？打他那么远啊！没有，你要帮他。这也是狼，短的。这也是狼，你是白狼。不是啊，我是白狼啊。你可以跳到上面，跳到上面，他们追不到了。哎，他怎么跳上去的？哎，他是狼啊。哎，那个你，哎 ，Enderpole，Enderpole，Enderpole，来来来，村民的跳跃哦 ，Enderpole，Enderpole。哎，哇哇哇哇！两个同时，这两个。好可怕哦！好猛哦！两个人直接过去，汉堡夹夹汉堡。哎，所以他到底躲在哪？我真找不到他。他躲在画里画里面，他躲在画里。我笑死，怎么？啊，你刚刚不是跳不过去吗？要绕到旁边才可以进去。好笑，谁刚刚砍死圆圆呢？啊？圆圆是被谁砍的？都我砍的。你知道你砍他的时候，我就在圆圆旁边吗？没有，因为我那速度很快，我只能直接再找下一个。一瞬间。我有问题，请问第一天有没有一个狼人进到一个蘑菇里，然后空挥两下就走了？应该是杰克。杰克吧。应该是杰克，因为我在追泱泱。
然后我就是、我就站在你那个刀的旁边，我整个戳一下。他替你看，我就说你是蠢蛋吧。不能这样啦！我不知道多痛、啊。太好笑了，好玩好玩，休息啦，休息啦。哎，陆明村民。我村民啊，陆明村民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，终于做事了，好感动哦！好了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今天就到这边喽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记得去看我的新影片咯，拜咯拜咯。